在淡水河两岸建置共有1230片的光电板，每年可以发20万度的电，提供人们休憩时使用。像我们看到的这个面板，它上头记录了这座公车亭上面的太阳能光电板今天到底发了多少度的电，而这些电呢，都要供给到天线，连接到行进当中的公车上面的 GPS 定位系统的讯号，让在这边等公车的民众可以了解到我们等的公车大概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到达现场。而这一切呢，都是太阳光为我们生活所带来的改变。